我是觉得哈，这件事情就不符合当下明星的观点。你好，那个装修哥、哎。等一下，哎，对，那不能这样子呀，这不符合年轻女性的态度。别走，这地址错了。不是那个，我这单我是顺道回家，你要改的话呀。巨子。啊，不是，那您说一下新地址。你就停这儿，我家吵架了，这外面蚊子多，咖啡厅又吵，我开个会啊，你照常计费。哎，我在。哎，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不能这样，是不是？咱们这没必要吵，那你这样子大家都瞎忙活了。那这东西谁看呢？谁负责呢？不是，咱们已经改了这么多。我觉得现在最新改的不是这样子的，我希望你这样子是接受的。当然了，那你是客户是听的。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爱好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方案到现在为止这本是最好。咱们这不中秋了吗？那肯定是主打一个团圆是最好。不是，开完了，静音了，让他自己说去吧。嗯，挺爱说不是的呀。不是啊，挺好的，有态度。不像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好的。你自己也不喜欢吧？喜欢呢，我不一直微笑着吗？演的。嗨，工作嘛。以前我公司上班的时候也较劲。后来开了车就明白了，客人要去哪儿，我终究得问清楚，然后送他们去啊。你教育我呢？是。你说，大中秋的，你到我车上开会问我吗？哦，就因为怕蚊子咬，怕咖啡厅吵，就因为你跟家里吵架了，那你知道？我回家晚，我也得吵架嘛。我刚才不是演的，心里话，舒服吗？你要不打个电话，我替你解释一下。不用了，老夫老妻，打呀。哎，平淡多好啊！我家就是我爸跟我妈吵架，今天是纪念日，我爸给忘了。你说都多大人了，跟大学生谈恋爱一样，怎么说他们呢？纯真吧。没什么好看的啊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哎哎，那个真真啊，真真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给你唱一首歌啊。那个我承认，都是月亮惹的祸。哎，走你们的。都是月亮惹的祸。是你爸。哎呀啊。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这样的夜色太美，你太温柔，也就是在刹那间相拥。真好，辛苦人了，上来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行，差不多搞定了，走吧。那我直接转账给你。啊，不用，这不学一手吗？当学费了，啊，中秋快乐。